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 OSA。 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呢是法国的手工鞋厂 JM Weston 他们家经典的德比鞋款。那这双鞋子的制鞋结构呢采用的是 Stonewell Construction， 也就是固特异沿条制法的一种应用制法。那大底采用的呢是双层皮革大底，所以这双鞋子有一种让人家觉得很耐用的这样子的感觉。那鞋面的设计呢是 U-tip 的设计，比较特别的呢则是它这块皮呀、它是叠在这两块皮的上面然后车起来的。另外呢这块皮的比例抓得比较小一点，然后啊鞋头的这一道车线啊的比例抓得比较长一点，我觉得这种比例的抓起来还蛮有趣的哦。那再来呢就是它的楦型设计啊，我觉得它设计的十分的修长，以这样子的鞋款来说我觉得算是做得非常的秀气的哦。那再来呢我们来看看它鞋底的处理哦。JM Weston 呢它的鞋底呢处理方式采用的是长锋线的制作方式，鞋子腰身倒没有这么明显，那主要原因应该就是它是采用双层皮底又是采用 Stonewear 的关系，所以它的腰身就并不是很明显哦。然后鞋腰的部分打着他们家的 logo JM Weston， 然后法国制造。再来呢我们就来看看它的内部结构吧。好，照例我用手电筒来照一下哦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很明显的看到啊，它的鞋的内底的前端的部分啊很干净，没有什么钉痕或者是锁具的痕迹，那就证明了这双鞋子采用的呢是 machine lasting， 也就是机械成型的制作方式。最后呢我们就再来欣赏一下这双鞋子的设计细节吧。好，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